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现荣。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盘中十一点半为大家 live 来做播出，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尤其现在做多还是一样被套牢，或是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盘中免费 c o in 专线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提供大家最专业也最及时的建议给您。好，那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好，今天一样在平盘附近下幅游走，一度下跌四十八点之后，目前拉回到平盘附近，小跌一点，在九零六二的位置，继续处在一个、欸 这个扑朔迷离、震荡盘整的格局里面，那今天魔台要再做结算，还是叮咛大家，接下来你要去特别观察量的趋势，观察筹码，尤其是外资的一个动向。那下个礼拜行情应该就会比较有一个明朗的方向出来，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分析。那重点在这里，我都跟大家叮咛：当指数这波已经涨到九千点附近的时候，最重要,要去注意的是什么是结构的变化。 里面在这地方，我们发现大盘指数虽然在高档震荡而已，但是好多股票，哎，前阵子都有叮咛大家小心哦，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要特别提防。那举个例子来看看瓶盖股的部分，还记得礼拜一又叮咛大家，那时候报纸的头条标题跟大家说，iPhone Seven 在当大降价。 有利相关供应链的业绩，真的是这样吗？那一天特别叮咛大家，看似利多，其实利空，要特别小心。像可成那时候就提醒，哎、欸，背后融资在大增，谁在卖啊？为何而卖啊？ 啊，大户好像已经在出货了，结果这几天指数都还在高档九千点附近做震荡，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哎，可成怎么股价就杀下来了？今天又杀下来了，哈！就算这个啊，库克跟大家说 iPhone 未来销售很乐观，苹果的股价昨天也大涨了六趴，今天可成股价又大跌了五块半下去，对不对？而且不是今天跌，是你发现指数还在这里高档震荡的时候，它已经从两百四十五块半不知不觉。 杀到多少？今天低点已经杀掉二两百二十五，已经跌了二十块不见了。好，不知可成。再来看到，举个例子，好，这是在七月一号有投资朋友利用我们的 Coin 专线 Coin 进来，要问这个游戏软体股里面三二九三的星象。那那天我还特别叮咛，消息面好，虽然那时候有一个利多说今年渴望赚一个股本，可是技术面呢，好小心哦、喔，有大户在出货，要居高思维。结果发现。 见到指数现在只是在高档震荡而已，居然新向这波股价已经不知不觉的从两百八十块半跌到今天低点，剩下两百四十二，已经跌掉了多少？跌掉了快要四十块不见啊！一张可能就四万块不见了。你们有有发现指数在这里震荡的时候，好多股票已经在转落下来，已经不知不觉就跌个二十块，跌个四十块了。所以在这里再三叮咛大家。 最重要一件事情，接下来不是去猜指数会上会下，是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要去提防有没有在这里指数涨到九千点之后，开始有技术面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或者是产业趋势持续在下滑，业绩持续在衰退，股价相对弱势的公司，最近在补涨的，那这时候啊，这些股票你就要小心啊，可能拉高上来，趁着反弹来换股操作啊，赶快先避开，做好太弱换强的动作。那。 免得股价一不小心就杀下去。当然，如果说您现在手上股票不知道是强是弱，有没有大户在出货，有没有转弱讯号出来，会不会像诶这个月初的欣象一样？诶居然股价这一波就跌个四十块的一个幅度不见。我们都欢迎大家，您可以利用我们盘中免费的 Coin 专线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我会在这里哈提供大家最专业的一个建议给您。那如果说您是在收完盘之后啊，在我的一个极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都有这个。 洪波的影音解盘，你是看我们这个影音解盘的投资朋友，没关系，好收完盘之后也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咨询电话啊，宪荣老师留下您的基本资料，留下您想问的股票，宪荣老师啊也都会在这里提供最专业的建议给您。好，那再来我们来继续谈，谈到苹果啊，在这地方昨天大家都注意到它的股价哇大涨哎，涨了六七八的幅度，可是我叮咛大家啊，股价为什么会涨？ 跌深了，当然也会有反弹。毕竟从去年哈第四季，我们就已经再三叮咛，iPhone 这个接下来的销售会出现史上首度的年衰退现象。那股价也跌了好大半年的时间，难免会反弹。但是反弹就代表说没有事了吗？不是哦，好长线趋势还是叮咛股价。 趋这个产业趋势到最后都会决定到股价长线的方向。那这里啊，虽然股价的一个昨天苹果出现反弹，但它掩盖不了什么 iPhone 在这里销售已经下滑的数值这个啊这事实。这张图表就很明显看得出来，里面柱状图的部分啊是 iPhone 的销售量。那比较要去注意的是它的一个年增率、成长率的部分是这一条线。 啊，这一条线就可以看明显看得出来，这里有一条横轴，这个部分在横轴之上都代表说 iPhone 的销售至少还是比去年同期成长的。可是你有,沒有发现到，哎，到了第一季，到了第二季之后，这里已经连续两季 iPhone 的一个销售量出现一个衰退的现象啊。那从这张表又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来，这是苹果个别产品的销售状况，里面你会发现。 好，这个别产品，第一个是 iPhone 智慧手机，第二个是平板电脑 iPad，第三个是个人电脑跟笔电 Mac，啊，第四个是软体服务啊，就是它靠着它的一个 App 的一个 Store 好赚到的钱。那这里面除了说软体服务还这个有在成长之外，你会发现 iPhone 的一个出货量年衰退十五趴，平板电脑 iPad 也衰退了九趴。大家都说平板已经不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iPhone 的销售衰退还更明显？ 好，那个人电脑好配 Mac 的部分也衰退了十一趴。如果说以这个年营收来看，啊，这是出货量啊，手机的一个数量啊，这如果说换成这个金额啊，年年营收来算，你会发现比去年同期衰得还更凶，衰了二十三趴。在 iPhone 的部分，换句话说，它不加量在缩，它的价啊也在跌。那这个部分产业的趋势还是持续在下滑，叮咛大家长线来看。 还是要特别小心哈，所以这边我还是跟大家再三叮咛，不管从产业面、从技术面上来看，特斯拉供应链已经取代了苹果供应链，非特阵营已经取代了非平阵营，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智慧车联网也取代了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成为台湾科技股未来三到五年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所以，如果说你做股票长线，你要赚到钱，过去三到五年，啊，你买瓶盖股，啊，你买可成、买大力光，啊，你抱得越久，你可以赚很多。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到现在你还在抱瓶盖股，怎么越抱啊，你会赔越多，套越深在里面。好，仔细的去想一想。 产业趋势都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了。 这里哈还是要谨谨慎小心。那相较之下，特斯拉供应链非特阵营，或是我们所说的新能源车、汽车安全、智慧车联网的部分，你会看到整个产业跟 iPhone 是刚好反过来。iPhone 销售是持续的一个节节衰退，但是在新能源车在汽车安全配备的部分正在爆发性成长。那当美国的车辆在二零二二年九月份将要在美国这销售全部都来安装自动紧急刹车系统的时候呢，我问大家。 现在车子里面有自动刹车系统的多吗？不多嘛，对不对？可是神每个手每个投资朋友每个这个消费者手机拿出来有智慧手机的多不多？几乎十个里面九个以上都是智慧手机，所以智慧手机已经没有办法高度成长。可是反过来啊，这个新能源车，这我们反过来啊，这个自动刹车系统这些汽车安全配备，未来却从现在很少，准备要爆发性成长的时候。 这个产业趋势能够上去，这才是我们要去找的产业，对不对？这个部分都会带动啊，包括像 ADA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系统市场的规模大幅度成长。去年大概只有三十亿美金，到二零二五年将会增加到九百六十亿美金，到二零三五年进一步扩大到两百九十、两千九百亿美金。从三十亿到九百六十亿到两千九百亿。 你会看见它是在怎么样？它是在一个呈现倍数、倍数甚至十倍数的大幅度成长。那有爆发性的产业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业绩才会大幅度上扬，对不对？那再来看到啊，包括了新能源车，苹果的这个 Tesla 的 Model Three，现在呢啊也估计。 未来每年可以创造两百亿美金的营收，跟五十亿的一个美元的毛利率。好，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特斯拉的一个股票，但是相关啊，在台湾就会有很多特斯拉的供应链，像 F 贸联，好，像和大，好，像这个康普这样的公司，未来因为特斯拉的业绩大幅度成长，相关的零组件营收也会这个。 需求订单都会大幅度成长，那在这里我们就去找出来这些所所说的有爆发力的产业之下有竞争力的公司，谁低档大户在进货，谁股价拉回又有转强讯号出现，我们就开始来做布局，这样子的操作才能够在股市当中一档接一档的掌握到真正大波段的一个利润。好，举个例子，好，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公司未来有业绩大幅度成长机会的，股价会不会大幅度上涨呢？看到。 去年跟大家介绍的至金，对不对？当时我们跟大家谈谈到它的小尺寸 L E D，受惠于穿戴装置、车用电子需求在倍数成长，那股价呢？哎，业绩那时候正开始上来，股价呢那时候才五十几块，后来财报公布出来，第一季大赚两块钱啊，股价现在是不是早就已经翻了不止一倍上去？业绩。 有爆发性的产业，有竞争力好公司，业绩未来会倍数成长的，股价都会先上涨，这就是我们在找的股票。好，那再来呢？好，我们待会再继续看。现在线上有一个台北的李先生要扣 a 进来，喂，李先生你好，啊，老师你好，呃、欸，各位、啊、有麻烦帮我看一下五二六四的凯盛。 哦，oh, 好，它也是瓶盖股里面专门在生产跟可成啦啊,啊，这个红准一样做这个所谓的手机机壳的公司。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去观察一下啦。哈、哦。第一个，好在产业面的部分。 要去注意的是营收的表现。啊五月份、六月份，大家都说，哎，苹果的拉货潮零组件开始了。可是你会看到业绩，啊，不但是比上个月、比第一季来的下滑，这可能是季节因素。但是要跟去年同期比起来，你会发现，五月营收二十点三九亿，衰退了二十二帕；六月营收二十点三七亿，衰退了三十七都比去年同期，哈，衰退两位数以上的数字。所以业绩是在下滑的。那股价的部分呢？好。 这阵子好像哎、欸，看起来叫做打底打底吗？好、哦，很多投顾老师会跟你讲，这种股票低低的打底最安全。但是我会提醒大家，不是这样看。好、哦，这个技术面你不要只学一半，你要还要去观察筹码的流向。这波股价跌下来，这果融资余额在这里大幅度增加，现在都没少。换句话说，这里在买的是谁？都是散户。那这样的这个散户在买，股价呢，指数在创新高，它还在打底。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会涨？你要去思考，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就整个结构上来看，它还是相对的一个弱势。如果会补涨最好了啊，但是涨上来，我觉得可能也要换股操作才能够这个这个真正赚到大钱啊。甚至如果万一大盘不好，这种股票都要小心，会不会这个接下来往下杀第一个破底的可能都是这种股票，要去谨慎注意哈。所以，产业趋势下滑的股票。 记得啊股价长线都有可能是走低的，这种股票我们就尽量不要去碰。 我们要找的是有爆发性的产业、有竞争力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哈，在未来 EPS 是最有机会，好倍数成长。那股价呢，好会领先倍数翻个一倍、两倍都不是太大的难事。哈，除了刚才讲的至今，包括哈我们今年的代表作谁呢？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智深科。智深科这一波，我们从当时哈这十一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才六十几块的价位，就已经跟大家锁定它生产的啊，这个包括像应用在这个 ABS 寻机。 防滑系统这些啊里面的控制阀体，它是国内上市会唯一哈、啊、循迹防滑系统供应商，零组件的供应商，好、啊、需求正在持续成长。另外应用在喷射引擎，应用在涡轮增压系统的汽油高压棒，需求都在倍数增加，所以我们正期待它的常见爆发力。技术面也有大户进货，成本在哪里都算给大家看。建议会员朋友逢低在布局，对不对？这是当时的智胜科。 好，甚至到了这个礼拜，好，股价已经涨到一百二十几块了，创下收盘价新高了。智深科，我们也跟大家讲，没有转弱讯号，继续爆牢，对不对？好，现在智深科已经到哪里了？已经到一百二十九块了，昨天，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哎翻了一倍上来？那重点我不是要告诉你，哎，你看我们的股票每一档都可以翻一倍哦、喔，我只是强调。 你要去注意，我们做股票的方法，就是用正确的方法，才有机会这样一档接一档、一波接一波的复制下去。这里面包括了哈，我们在这个月推荐给会员朋友啊，这个新的黑马啊，这是七月五号这个月的一个啊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里面除了说哎，建林、智深科、明泰还在持续看好之外，ADS 商机啊，FIET 啊，也跟他谈到他生产自动刹车系统啊，关键零组件、防撞雷达、生花架晶片，随着 ADS。 渗透率在持续提升，需求在持续提升成长业绩渴望这当中逐推持续走高，重点是技术面有大户的进货转强讯号出现了，好，按照盘中指示逢低站在买方，这个月好都在这个地方看到之前都有持续在推荐会员朋友，对不对？好，来各位投资朋友，这是当时的 I E T，还有一百零二块左右。 对不对？那最近股价呢？哎，就开始发动上来了。啊，这几天指数看起来在高档震荡，有一些股票像可成已经急杀下来，可是像 IET 反而大涨上来。这两天已经涨到一百一十三块，对不对？这还除权袭过啊，里面配了零点五元配息，还有这个啊股票零点五元现金，还有一点九九元还原全值回去的话，已经来到一百二十块六了。那么发现从一百零二块涨到这里，啊，重点不要再去追急涨。 不要追强势股，拉回来站在买方，这都是我们操作会叮咛大家的原则。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这就是谢龙老师这波做股票的方法啊，长久以来就是这么坚持下去，未来也会继续坚持用正确的方法，要帮会员朋友继续的创造财富。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你也想掌握这波新时代汽车大波段获利良机，想掌握像至今、像智升科这样的好股票，让你低档布局，让你能够大波段获利的话，极品操盘团队啊，是你唯一选择。那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也在下个礼拜啊，这个下个月，感恩着啊，父亲节快要到了，我们。 恭喜，就我们的会员朋友智生科百分之百大获全胜，提供大家一个感恩巴巴的回馈专案。那这个部分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带回广告休息时间就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休息一下，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诚通投顾高老师庆祝父亲节八万八大回馈，庆祝父亲节八万八大回馈，请您立即拨打洽询专线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二七五二五八六八。诚通投顾精品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查询专线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二七五二五八六八。晨风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代进一定代出，成功同步，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 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辰通投部值得托付，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那这两天很开心，有一个投资朋友还跑来加入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会员的行列。有跟我稍微聊了一下，他说：“哎，非常欣赏现荣老师的一个啊这个解盘分析。”那我问他：“哎，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刻来做加入？”他说：“其实他看了我的节目非常久的一段时间。第一个他知道，哎，像我们的智深科真的是带着会员朋友一路低档，然后一路的一个操作上来，好，现在是大赚，好，没有骗人。” 第二个最重要一件事情，他发现到最近指数涨到九千点，宪容老师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好多投顾老师应该讲，大部分现在都在跟大家讲，哎，指数还不会跌，还会继续涨，赶快买股票，好，每天买了就有什么可以赚。只有宪容老师，哎，居然在最近叫大家要稍微懂得等待一下，好，那跟别人真的不一样。怎么会在这里叫大家等一等？哈，真的哈，他发现到宪容老师会真心的。 对待投资朋友去保护好会这个会员朋友的风险，所以他更愿意在这里来加入我们。那各位投资朋友，其实我也希望你在这边啊，在选择一个投顾老师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说，哎呀，他在电视上有什么股票啊变出来涨停板，或是每天在那表演，哎呀，股票买了就涨啊，这个卖了就跌。其实明眼的人、内行的人都知道，那一些都可以作假。我希望你去看一个投顾老师的节目的时候，最重要。 啊，也要是能够这当中啊，仔细的去看他的操作的方法，他的操作的理念，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啊为会员朋友来做着想。 这一点是投资方，我也提醒的。当然，这个部分哈，我也要感谢我们诚通投顾的老板。在三年前，那时候我加入诚通投顾的时候呢，啊，是很多其实旗下投顾老师都来找我，就为什么我会加入诚通投顾？因为那时候我们老板跟我们说，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不会去干涉我的操作，要带会员怎么做啊，绝对尊重分析师。那也这当中不会特别要求说，哎呀，你在上电视每个月就是要交多少业绩回来。但是最重要。 只有遵守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呢？第一个要求，电视上绝对不能够去造假骗人，要有诚信；第二个，绝对不能够去跟公司派、跟主力做手来坑勾结，去坑杀会员，去坑杀散户；第三个，带会员买股票，带进一定要去带出，啊，诚信、正派、负责，是那时候诶老板对我的要求。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去看待这三条。 很多人可能觉得啊，这就只是口号啦、广告词啦，啊，看看就好。可是我会跟大家说，我是很认真的看待这三点，也把这三点当做我带会员朋友操作也好，在电视上解盘也好，非常重要，必须要去遵守的准则。 好，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您需要一个真正专业的操盘团队，也都欢迎大家跟着这个极品操盘团队加入我们会员的行列。在接下来，我们就就会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继续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找出来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检视大户在进货，筹码面啊，这个大户在进货，技术面有低档转强讯号出来，这样的股票，当一家公司最有爆发性的产业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未来 EPS 是最有机会倍数成长的。 的时候，我们就去找找出来哪一些诶有倍数成长机会，股价都会领先来反应上涨的时候，好好的去把握。就像过去的至今，不就是这样子掌握一个大波段的获利？就像今年的代表做智生科，不就是这样子一路带着会员朋友买进加码操作上来，带着会员朋友掌握倍数成长的一个利润吗？ 好，那未来我们就趋势锁定在美国车辆要全面安装自动刹车系统，带动了 ADS，还有包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产业规模，未来是呈现十倍数成长。这里面好包括最有机会的，好像是防撞雷达里面的明泰。 最近的股价啊，不也是从当时跟大家推荐之后，领先大盘一路的创新高上来？当然，短线上这里强势股急涨创新高都不要急着去追，要买也是等待拉回再找买点。起机的部分，当时股价低档七字头价位，好也跟大家讲它的防撞雷达获得了车厂认证，获得了日本一线客户的订单，股价正在低档转强上来。最近也从七十三块多一路的大涨，最高涨到八十八块二了。好，这里急涨就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要买也是拉。 拉回来，记得再来跟着我们找买点。那这个月新推荐的黑马 IET 的部分，也受惠于它的防撞雷达晶片啊，这个受惠于这个业绩持续在成长当中。最近法人也开始看好，股价积极来做买进，带动了股价。诶，这波也从一百零二块涨到一百一十三块。 如果再把股票啊这个配股零点五元，现金一点九九元，好，这个还原回去，现在其实已经到一百二十块多。那这个部分当然急涨也不用去追，哈，现在我们已经低档布局完成，要买也是等待拉回来再来找转强的机会点，好，那新的黑马则注意在新能源车的部分。当现在电动车都必须要充电，但是最怕电压电流过强会不会火烧车的时候，对电子保护元件的需求都在大幅度成长，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哈，股价在最近低档都有。 有大户在持续进货，随时都有准备进一步更上一层楼、转强机会的情况之下，这样的股票，如果说投资怕想把握的话。 如果说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你也想要掌握像智深科、像智今这样子大波段获利的股票、低档布局的机会，记得想掌握新时代汽车商机、大波段获利良机，极品操盘团队会是你唯一选择。现在加入我们，刚好狂贺智深科百分之百大获全胜，感恩八八的回馈专案。 在这地方献给全天下的投资朋友，想要在股市当中真正掌握大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加入极品操盘团队行列，好好把握机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